你可能你整个的就八分，但你用完美图手机可能就十分了，你知道吧？看到没有？自拍一张，自拍一张，自拍一张，然后把这个手机送给小粉粉，然后里面也有我一张私密的照片，哎，呵呵，好了，自拍一张，哎，我看拍出来是怎么样的？哟，看到没有？拍出来蛮帅的，看到没有？